这菠菜咋吃啊？这菠菜啊，嗯，这菠菜我水煮吃，你吃啊？啊，不是给小姐妹准备了？也，不是，小姐妹得准备硬菜呀。你这整点硬的。今天我妈这个约上两个小姐妹，她仨在家里面相聚一下，完了我妈在这要准备了晚饭，我跟我小妹妹准备帮忙出一道菜，回我家做一个甜品，一会儿我给你端了啊。啊，行，保证让你的小姐妹儿喜欢上的，爱吃啊。嗯，行。甜品一般女士多爱。这个。甜酸的。不酸。甜的。嗯。我去拿我的手机。啊、哦，你刷这么厚了。嗯，还在下。完了。小电驴咋骑呀、啊？哼。啊，你家闻好香啊！那洗衣服来的，对，就是香的那种洗衣液的味儿。赶紧进入工作状态，先煮点仙草，拿出我的秤啊。上次我做这甜品，大家问我那个冻是咋做的，用这个烧仙草的粉，你们上网搜一下子就能买了，老简单了。拿一个碗，好，50克。这玩意可出数了，上次整那一瓢俺家还没吃了。水大概400克就行，把水给烧开，再把芋圆翻出来。有大的有小的，来个混合的。还有这个甜豆，然后还有什么东西来？啊，椰奶。椰浆，完事儿就等咱锅开了啊。水开之后倒入仙草粉，然后不停的搅拌，嗯，这样化开之后关火，倒入容器中，找个凉快的地方让它形成冻。OK， 再给他们加点水果。芒果可甜了，这个冻已经好了，短短的。嗯，锅里面烧水，开始煮芋圆，最后一步了啊！你别可拿拧的呗，摄影师跟不过来。有点尴尬呀，一打开发现两个都是一样的，没有大的，全是小的。你说打这个干啥呀？这些肉，这一袋全倒里了，半袋，有点眼力架扔它。仙草冻打底儿，煮好的芋圆，芒果丁。一大勺蜜豆，来一盒椰浆，做到最后一步有点小失误，我买的那个椰浆吧，储存不当，不应该放冰箱里面常温，然后里面全是小渣子，问了一下客服，他说的不建议喝了，我就没招了，下楼买了一个椰汁儿，这个也挺好喝的，平时说我们也搁它，然后现在我俩端过去上我妈家，我爸在那边应该是把鱼也炖上了，这是我爸赞助的菜。出发喽！来没来也不知道人，应该没来。不得不夸赞一下我们小齐啊，多勤劳，你绝了！客人来了吗？来了一位。啊。是吧？来吧。听见礼仪的声音了，给咱们开门了。Hello， 哎呀，你 Hello 礼仪，招到啊！你给人认识，俏带认识的李老了呢，这能不认识吗？哎妈呀！啊，把这个一倒就可以了，是吗？啊，老好吃的。鱼我爸做了吗？你爸去给我买去吧。我寻我爸都做好了呢。没有，他买回来让他给我做上。也行，晚饭你这有点早。对呀、啊。这怎么老指纹错误呢？我换手了。人家我礼仪都到了，你这鱼还没回来。我妹妹什么礼仪？我叫礼仪啊。你整个这啥呀？哎呀妈呀，我爸这还给买点酒回来，唠唠嗑少喝点儿。那、你把那鱼我做了呗。啊，
收拾了吗？收拾完了。啊，那你做给做出来吧啊。我爸在上班之前把菜给整出来。就是玩玩唠唠嗑。是不是李大美？对。唠嗑和微信唠的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坐一起唠呢。不好整啊！我抠牙呢。都说我炖鱼就炖碎，说我花刀打的太大了，这我就不打了。这是事实。那呗，你要虚心接受，知道不？没看他特别拉那个鱼呢，咋的找着俺家呀？找俺家去了。这儿呢，哎，这儿呢，哎，哎呦我去！那你姑娘多会呀！哎呦我的妈，那不如我们。你妈真厉害！你和你妈那么大岁数，你就更厉害。这个宽粉啥时候放啊？一起放。你现在一起放啊？早点放呗，有猪肉味吗？还有豆腐，给我搁里。豆腐也搁里。啊，搁一块豆腐给我。你只是就打，你只是做的。对，我见你搁啥你就不做。不用你帮忙，我不太爱吃。没事，咱妈聚会全力支持。大力支持。尤其我爸，你说走路去买的鱼，下雪天骑不了电瓶车。俺们刚刚都在寻思呢，就骑电瓶车去。没有，走路去的。我妈这个要求好像像那个叫庆岭活鱼，搁豆腐搁宽粉。是吗？他们三个现在能吃多少？啥意思？我发现了，咱爸哈混的跟咱妈的朋友混的比咱妈还熟，爸跟谁都熟。咱妈的朋友，对，我妈的朋友，我爸这都认识，然后都处的非常好。再给我点水。转换。是吗？一会儿浇浇，我看那个挺好的，都一起倒进去。我天啊！多炖一会儿，小点火，饺子也完事儿，完活。鱼已经炖完了，过来看看，色儿不错呀，比给咱们炖的都好。我爸偏心呢，告诉你个小秘密啊，生抽倒多了。那这色儿挺不错的。不是生抽，老抽倒多了。他家老抽可多了。不对，我看这色儿正好嘛。好看，然后把我这个放上椰奶，我这也完事儿了。那个放上椰奶就行了。嗯，我你倒上吧。啊，水开了煮饺子就行了。嗯，那你这个吃的时候和了和了啊。哎呀，太多了，能吃了吗？哎呀，这甜品老下货了，我跟你说，你相信吗？哎呀，这豆腐真像样。这豆腐不错。我妈他们准备开饭了，我们收拾收拾回家。家里面待会儿大成回来呢，我回家做饭去。他们说让我们在这吃不行，不能耽误他们。三个小姐妹好好在这嗨吧。我妈这锅打包的素馅跟肉馅的饺子，今天大成子忙没回来吃上，煮好了让我拿着。然后他们仨在屋里面开始嗨了，俺们赶紧撤退，别耽误他们。